我是一名修行者。Hello， 阿弥陀佛。我可是弥勒佛东方圣人的弟子之一哦，嘿嘿。走吧，弟子，我们继续去度化世人吧。遵命，我敬爱的弥勒佛大人。Let's go。哦耶，真是完美的新造型啊！走吧，东方圣人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度化人间。弟子，你要听好了，你要认真的修行，不可以松懈啊！我会听从您的教诲的，弥勒佛大人。哦，有正妹，好爽哦！哦，正妹，嘿，前面的正妹小姐，等我一下。哎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喂，你不是要来修行吗？怎么跑去找妹妹？花生啊，现在咋办啊？阿德，没关系，我来教他。弟子啊，你应该要消除你的欲望，你的欲望不消除，各种的烦恼跟痛苦就会接踵而来，而你也无法觉醒成佛，无法解脱生死的轮回。你可知这种欲望的妄想与断见如影随形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断除掉这些无明的邪见。这些欲望跟断见如影随形，真的非常的抱歉，弥勒佛大人，我以后会认真修行，不会再被任何的欲望所左右。